好，在这边我们要讨论的是 absolute function 的 SPM 跟 SPP partial， 它的 fx 是 x 减三 ，find the value of x such that 这一个等于五，所以我的 fx 等于五的时候，就是我的 modulus x 减三会是等于五，所以我的 x 减三会是等于加减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modulus of 五会是等于五 ，modulus of 减五也会是等于五，所以我的 modulus x 等于五的时候，我的 x 会是等于加减五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在这一边我分成 x 减三等于五和 x 减三等于减五。我们记得我把 modulus 打开的时候，它会变成加减，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八，我的 x 会是等于减五加三等于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这个是减二，减二。好，来，接着在这一边，它的 f(x) 是 modulus 2x 减一，零到五之间。So 它要找 t，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 t 的时候呢，它是零 ，x axis y 等于零，所以就是说我的 f of t 会是等于零。So modulus 2t 减一会是等于零。虽然讲我讲打开的时候要放加减。但是它加减零其实还是零啊，所以我的这个加减其实是不需要的 ，OK， 所以我的二 t 会是等于一 t 等于一百二，然后接着在这边它叫我们找 range 的话呢，我们 domain 呢就是它的第一个是 x 的部分，从零到五，这个是我的那个 domain， 所以我的 domain 是零到五，所以我的 domain 是零到五，包括零包括五。我的 range 的话呢，就是我的最小的，我的最小是什么呢？我的最小是零，到最高的，最高的这个他没有给我哦 ，OK， 所以我要找这个最高的出来，所以我的 f of 五会是等于 modulus 这个二乘五减一十减一九，所以它是 modulus 九，然后也是九，所以我这边最低是零，然后它也包括这个点。最高是九，所以我的 range 呢，就是说我的 fx 呢是在零跟九之间，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range，OK，、okay? 零跟九之间就是这样。接着在这一边它是 modulus 一减二 x， 然后它要找 object of 七 ，object of 七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这一个是。image 来的，然后他要找回他 object of 七，就是说我的这个 fx 等于七，所以我的 modulus 一减二 x 会是等于七，我的一减二 x 等于加减七，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一减二 x 等于七跟一减二 x 等于减七，所以我在这边一减七等于二 x， 然后减六等于二 x， 然后 x 等于减三。然后一加七等于二 x， 然后八等于二 x， 然后 x 等于四，所以我的这个答案是减三跟四。好，哎，等下四跟五啊，哎四减三跟四 ，OK。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笨蛋，为什么呢？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 domain 是在这一边嘛，是啊，所以这个不用，事实上要这样辛苦了没？然后你看这边是七啊，这里的答案是四啊。image of 三 ，OK，image of 三的时候就是 f of 三呢 ，OK， 好，所以我的这个 b f of 三会是等于那个 modulus 一减二乘三。然后它就变成 modulus of 减五，所以它答案会是等于五。然后在这一边，它说 domain of 那一个零到五，它要零到五的 domain。你看啊，在这一边，这一个是它的 range f(x) 是零到五，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是它的高度，这边是五。所以我减二五，然后刚刚这一边我拿到的是三五。所以它 0到5是它的那一个 fx 是它的这个0到5是这一边它的 fx， 然后它对应的 domain 是减2跟3
所以我的 c 的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 x 呢是在减二跟三之间，这样，减二跟三之间。好，来，接着我们再来这一边，它的 diagram bar show 的 function f(x) 是 modulus 二 x 减三，它叫你找 value of p。So 我们的这一个是四的时候跟 p 的是一样，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一个，我找出我的 f of 四，它就会变成 modulus 二乘四减三，四二八八减三五，所以就讲这边是五，所以就是说我的 f p 会是等于五，然后我的这一个 modulus 二 p 减三会是等于五。所以我的 2P 减3等于加减 5， 我的 2P 减3等于5和 2P 减3等于减 5， 所以我的 2P 等于 8， 我的 P 等于 4， rejected， OK， 因为我的 P 小过 0， 我的 2P 等于减 2， P 等于减 1， 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我的 P 等于减 1， 就是这样。然后 P 等于4就是在这一边呢，好，来，接着在这一边它的 FX 是 modulus 2X 加1。等一下，好，在这一边呢，刚才有一样东西我没有讲到了，就是说，你看啊，我们要去找它的 domain 跟那个 image 的时候，你就心里想，如果我的这个 graph 呢，我用的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个是我的 x， 然后这一边是我的这一个 fx， 然后我们这边有减二、三、四。然后它这一边它还有那个五跟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减二去的是五，我三去的也是五，然后我的四去的是七，所以它在这边它要讲 object of 七的时候就是四哦， object of 七就是四哦，然后 image of 三是什么？ image of 三是五哦，这样哦， OK， 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它的 object image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这样来转就比较容易明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要你找 mm大过 m， 所以就是说我的 fm 或者 fn fx 会是等于11啊，所以我的 modulus 2x 加1会是等于11啊，所以我的 2x 加1会是等于加减 11， 所以我的 2x 加1等于 11， 还有 2x 加1等于减 11， 所以我的 2x 等于 10， 我的 x 等于 5， 我的 x 等于减 12， x 等于减 6， 所以5跟减 6， 然后他讲 m 大过 m 吗？所以我的 m 会是等于 5， 我的 n 会是等于减 6， 因为我的 m 大过 m， 这样。好，所以我放5进去还有放减6进去，所以在这一边我要 check 的时候，我的 f of 5的时候它就 modulus 2乘5加1，所以它会变成 modulus 11等于11，我的 modulus of 减6的时候，这个2乘减6加1，所以它就变成 modulus of 减11，然后它也会变成11，所以正确。 OK， 好 so关于这种 absolute value 的 SPM partial 跟 SPP partial 我就在这边讨论完了。